你的脾气够好吗？这期视频是一个不生气挑战，规则是哪怕心里有一点怒气和不满就算失败，所以容易生气的观众记得好好忍住。在挑战开始之前，只有 6% 的人能在三秒内点赞和关注，你是这 6% 吗？那么第一关，3、2、1。很好，你打败了57%的人。那么第二关，3、2、1。王文涛，现在1:30，我问你什么时候关灯睡觉？这宿舍是你一个人住是不是？问你什么时候关灯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要关灯睡觉。你要玩你自己玩。谁惯着你啊？是你家。你关关灯。王文涛，看到这里，成功通过的观众可以获得星星奖章，请发送评论领取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